美眉眼仪的蓝韵藻眼霜，它可以提速我们的眼周，还可以淡化我们的细纹，所以一擦过去就会像是熨斗跑过去一样，擦到哪平到哪，擦到哪平到哪那种感觉。对，我会这样子稍微这样点点点点个三滴，顺一个方向就好。对，顺一个方向，稍微这样按摩一下。其实你去比较一下我的右脸跟左脸，你看差很多，真的耶。而且真的，我真的很近看那个细纹，真的没有哎。我必须说，我以前都不懂得怎么保养，我就发现我的眼皮都开始长雀斑了，下面也都长雀斑。然后不止这样子，我就开始会有很多细纹啊。那我们就靠保养，所以我才开始去试，所以就找到我觉得很好用的眼霜，就是这个媲美美眼仪的蓝韵藻眼霜，它可以提速我们的眼周，还可以淡化我们的细纹。一擦过去就会像是熨斗跑过去一样，擦到哪平到哪，擦到哪平到哪。我其实有带我使用前使用后的照片，它其实我使用后之后，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就是我可以淡化一点我这样周围的斑点，然后真的就是这后面的这些细纹，它真的有有真的很明显，它十天大概就会有一点感觉，是因为它里头有那个美国期刊加持的黑科技抗氧酚，它就可以紧致70%吧，然后亮白15%，还有那个德国高稳度的 A 醇，经实验证实啊，那个 A 醇它是可以这样淡化我们眼周的细纹，紧致我们这里的状态，所以我们看起来才会有精神。它是有点淡黄色，其实就是酯化型 A 醇自然的颜色，这很好推，你看。所以它可以按摩的时候不会拉扯到我们肌肤，然后也可以很好的吸收。那里头还有4/6紧实生态，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紧紧弹弹的。它是冰岛瓷的探头，陶瓷的，我可以演示一下，因为只有陶瓷可以敲出这种声音。清脆的，整个形状都非常的平滑，然后这个弧形它是可以贴合我们的眼周，刚碰到皮肤的时候那个冰冰凉凉，可以帮我们的皮肤降温3度左右。我会这样子稍微这样点点点点个3滴，顺一个方向就好。对，顺一个方向，眼尾，放一个固定的，对，按这样，按摩一下，还有眼窝这边可以按摩一下，这边真的超舒服的，光看就很舒服。稍微这样按摩一下，其实你去比较一下我的右脸跟左脸，差很多，真的耶，真的要拉右眼皮上去，而且真的，我真的很近看那个细纹真的没有哎。我有时候就是奢侈一点，怎么了？那法令纹啊，按一下，然后木偶纹这边也可以，就帮自己这样按摩一下。我最怕最怕的是脖纹，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我所有的脖纹。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用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男生也其实都很爱漂亮，所以现在每个会长皱纹的都可以用。谢谢阿露的分享。